打电话安静看麦，看进度安怎？啊，真要搞破解啊！阿玲，我再当暗锁，爱给你拖老久。嗯。兄呀，你来用你的身体来保护我，你就讲的呢？你赶紧来，我给你想办法离开这，带你去病院。小弟。啊。我叫不起来啊。过去我讲出这白痴话，我伤害你的心。严格我今麦要讲的每一句话，都是真心的。陆家峰，我爱你，我是真心的。好，你别讲。你先别讲话，你先别讲话好无？我知影，我拢知。也唔过，已经上万啦。在我发现我家己的感情了后，我已经伤害你伤深伤侪啊！你妈已经在闹离婚了。家峰，是嘞。想要说啊，我无法度带咱的宝宝，搁家己过，以后后半世人。我也想无法甲恁救出去，我无可能让恁离开我身躯边。多谢。多谢你给我一个。这里没有爱情，该幸福的吧？今天我带你